In the name of Magnus. There'll be a reckoning. 好的，欢迎大家来到学院观众的频道。那我们上次阿坑的档玩到一半嘛，那其实上次还有另外一个档就玩到一半，就是贝拉科。那现在 2.1 版的话，贝拉科听说有多开几个裂隙。那他的话还是，因为现在这个版本齁，可以合帮其他混沌是的，就他或阿克恩。那贝拉科的话应该还是有一点，他前期多开几个门，我很好奇他在开在哪里。他原本是一个门都没有开，那他现在多开几个裂隙的话，应该对他的整体就环境来讲会比较占优。好，所以我们就直接进游戏看看啦。主要是说，如果我裂隙有开在不同地方的话，那我们整体的思路可以换。就比如说，我们可以飞到南方去快速打掉一些东西，然后收个小弟，拿南方那几个混沌要塞。黑暗要塞不一定要局限在北方，或者是直接传到北方里面，赶快把普通国收一收这样。我是说现在混沌勇士齁可以收人类跟精灵当小弟的情况下，那虽然收了人类或精灵会有外交上面的会怎么样，会有外交上面的那个叫什么外交简称跟混沌势力，但是如果我提前把混沌都收成小狗的话，那个简直其实还好。那偏偏贝拉科或是其他混沌勇士，其实都靠近比较离混沌势力比较近一点，那其实也没差啦。那我们可以随时随地想走就走啊。我们稍微看一下哦，这次主要南方开了一个。然后南方有个裂隙，这里好像有，但我不确定是不是一定要开门台。那没关系，我们先来确认一下我们的胜利条短期胜利条件是什么。他说要把以下派系摧毁掉，这个有点尴尬。也只能回了。堕落军团倒还好，因为可以合防。防者那就摧毁吧。现在好，现在有个短期战役目标了，战力胜利目标。对，你真的不知道啊？等一下，我忘记调一个东西。这是终局，再看一下，刚忘记。那个短期胜利。在如果你没有特别想要干嘛，我其实觉得还是可以解一下。我现在也是会解，因为我仔细看了一下每局开始加30，其实还不错。那我调一下，开这个，这开200。这边在100回合之后开始，黄烈不要，这两个不要开，这个很强。矮人的超强，我预计在前25回合吧。好，这样，刚出了一点意外哈，抱歉。
延期第一个目标，我可能还是会先放在统一澳比恩岛，这是一定的啦。那在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普遍知道说，我个人认知啊，诺斯卡 AI 的诺斯卡普通国的进攻倾向是算是最高的，相较于其他种族来讲，所以尽量有地给他们会比较好。重点是他们现在如果有港口的话，他们也比较肥一点。他们而且刚好一个城在那边，所以我们先先起养，把他入队，然后拉一只起来。这边第一个先点这个。哦，我想一下，我们等一下先冲个高阶浪血者，这样好了，直接冲27回27回。我先不要点。It is mine now. Your death. 这个破船没修好。Inconsequential. Poor souls. 然后一次拿两个特性。好。刚刚拿到什么？哎呦，奇异光环。不过它很奇异。哎呦，这个家属那可以哦。可以点一下。Lord of Shadows, I hunger for souls. The Horde will not be gagged. 一回合大概这样就好了。哎，我们前期要先。Lord of往我看一下齁，是伏击成功率加倍。More power. 看一下齁，这个是这个没有港口，那没关系，还是给他好了。让我们清掉，清掉他了。好，清掉一个。God Maker， 嗨，安安。The first Demon Prince I gain。看看，现在的话，那其实他多开了。我等下具体过去看一下，再多开几个号，再好一点。The four token. 你说清一次是什么意思 ？I am the harbinger. You are mine. 你说灰尘吗？灰尘哦，我其实有空我就会清的。就是如果是说外观的话，我大概可能一天。一两天就会擦一次外壳了。那里面的话，我有空我就会，因为我有那个我的侧盖是可以开的，所以就直接拿那个压缩空气去喷。The first。如果你说整个弄的话，就大概是我觉得可能，所以我有时候看那个 CPU 温度过高，我就会把电脑稍微移下来，然后涂个散热膏这样子。Move now. Call.没有，因为我喷，我就稍微喷一下而已、啊，我也没有特别去喷，所以我一贯用蛮久。
Lord of Torment。就我里面会先，除非是那就是应怎么讲，主机版或是 C 主机版 CPU 或是显示卡上面那种插不到的，或是插了我怕会有危险，我就用喷的。外面里面其他地方我都尽量插的，然后稍微喷一下。好好好，看看，直接冲这个。好，这个二四回合。Innovation. 没有了，因为我比较有点怕灰尘，怕脏，可以稍微清一下。我们要看一下哦，他现在，好像在这边多开一个，然后这里也开一个。我不知道怎么开在这里，神秘，好像吧。他现在系统多给是这两个，很没有逻辑。What fuck？ 那我决定，那我们先到南方玩一下。一开出来这是啥？看这啥小？不知道这什么鬼？开出来这什么鬼地方？我看一下。那我看一下，这里长这样。我知道这边有几个，应该有三四个要塞，对，可以拿一拿。我们拿完再去北方。好、哦、会啊，会的，不用担心。我们这样传过来之后，我想一下怎么办。门口这个显然有点难打。而且都传过来了，那一定要把附近的清掉才可以。The first demon prince。 之后在哪边放那个连结？在对局下面吗？哦，好，我来看一下，因为我忘记放了。看这边可以出什么？野心勇士，哎呦，很好，全家餐，两个全餐掉了。Come to me. Very well. 哎呦，他这边全部都是同一家的、哦，这么硬哦。The dark. 那我们先去打一个小的。When I am. 我怎么感觉我被搞了？啊，这个洞是放过来钓鱼的，应该是让你后面再来打。其实我觉得北上好像好一点。哦，嗨，安安。现在没有，现在没有好的，但每个都蛮硬，都相对好一点。哎呀，我看一下，哎，找到了，先打了。好，我先打这一座，然后把组队跳出来。好像还不能穿过去啊，对吧？我先钓鱼。大不了再开个力气跑去。贝拉克有变强？贝拉克有变强吗？确定嘞、欸，但是我觉得可以合帮其他冠军，已经算强了吧。算强化吧，而且他多开一个门在南方，虽然我不确定那是不是这个是好事或还不好说，我在研究，希望是好了。先研究一下到底这样到底是好还是坏。看一下我们这边，哦，这什么鬼地方？这边是南北。对，下这边有个要塞，坚奇要塞，好像是那个坚奇要塞，是不是混传奇领主？哎，看不到他，不，那我先把，好，那我先往上走。这是受众不多，不多是不多啦。
但也不能这样说。就我没办法。Okay, off.观赏性哦，观赏性没有策略，我觉得策略游戏观赏性通常都不会太多。欸，你要有怎么讲？应该说即时制的策略游戏，我觉得观赏性会比较好，相对来讲会比较好一点。那这种的话，本来就会回合制的本来就有点慢，就是无可厚非的。怎么打暗金？打暗金？哇，你问了一个很难的问题，因为我还没有玩过这个版本的震弹，我想一下。对玉枪骑。算我印象中算砍勇，我不太会出，但是勉强用可以，因为你也没有其他高机动弹护了。在前期的话，你除了那个，因为我不太确定说御勇，不可以顶着那个布甲弩射冲上去，有点问题。我总觉得会被伏击啊。但他伏击我，他应该比较衰一点。我就这样清一块，这边有一个猛虐势力，然后还有个蜥蜴人，这有个纳垢。我们打完之后，然后再回老家。这款对显卡的需求比没有啊？ You summon the first prince. 应该是目前全军破敌系列里面之最吧。它越新的吧，就越耗能会吃越重。欸，它直接回来哦，快点放！好聪明哦！我开始钓鱼了。都不会满60是什么意思？60帧吗？我也不能满60帧。你要满60帧的话。要满那个，也很好。等一下，这阵子应该都会比较便宜。哦，他这个队伍，我也不是很想打，我想直接自动掉。这队伍我也不是很想，手痛我也不想打。硬的。最近显卡有在特价了，也不是说特价，应该说价格自然跌落。自然性的下滑。哦，不是，我不是。我不是。等一下，我看一下可以出什么。好。把这个再合并过去。把这个狗狗合起来。Lord of Torment, join me. We shall weave the fates.贝拉科本队的伏击蛮高的，他可以点到初始可以加30，所以基本上平地是45，然后自带30嘛，是75，然后你伏击几率久，伏击状态久了之后会再加5，所以在平地就是80。你再叫个副队出来钓鱼就好了。好，这是进城二级城，看看这是什么。不要，我不喜欢那个东西。还好，这边最好拆一个要塞。然后这个是最三件套啊，赚钱三件套。The four token。然后这现在可以点一些法术了。New abilities。忘记我是什么，看一下，这还有血，这边有血吗？
哎呦，我的是3050。我有烤肉，我有哎、欸，我昨天去吃烤肉。忘记那间叫什么什么什么牧场了，在台北车站里面。然后他那个烤肉是很像藏寿司，他会送，他会你点完餐之后，他就搭那个车子过来，砰。那现在就再按按钮把那个车子送回去，还蛮好，那家还蛮好吃的，有兴趣可以吃看看。啊，你们有烤肉吗？没有烤肉啊。The first. 看看，疫情关系没搞哇，这也是啦。我跟我朋友就是抱持着一个已经无所畏惧，想说哎，好了啦，怕什么？我这局我先南下看看。因为我之前玩两三局都是北上嘛，北上我觉得有好处，而且现在可以合办关系，北上打一打打半天之后，刚好过去把他们合掉，他们神器动物帮你打一打，也不错。如果我很好奇先南下会先南下拿地会怎么样？好像还可以，因为前姐是一个要塞。是我的行进方向有点错误。啊，穷，没钱了。其实我昨天出去烤肉店人都很多，然后在路上烤肉的也不少，还有开那种黎明大会的。就黎明大家一起来烤肉的也不少，我觉得说，哎呦，还是要有过节气氛这样啊，靠杯啊！完了，被攻击！好嘞 ，QQ， 不行，那我要塞一只给他，不然他会灭掉。这边塞一个什么给他？塞一个，塞一个这个好了。看，叫你打我了，还跑回来？真揍！看，换报酬。哎呦，补满呢，好爽，好爽爽。先点个普通之王，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这个野兽人？得清掉，操！不要让他留着，他留着只会把你家吃掉。他趁你需要你命，这鸡巴就这种的，掉。他们回来，这兵好了，稍微小补一下。Harbinger， 看一下这个好。I gain， 看一下可以，还不能变，没有灵魂。先升个要塞，升个要塞顶一下。你升到大概。你的黑暗要塞升到三级，然后再盖三级防御，没有人，他们不太敢主动攻击。好，蜥蜴人宣我了，很好。看来是要正面遭遇了，不要怕那个变色龙，来会会他。我怕他把我的附庸果吃掉了。普通果，看起来快来了，太妙！好，不是快来，他是已经来了。
妖修哦。The four token. 好，英雄而已，还好还好。Into darkness. 那现在我有伏击啊，我们来看谁比较会掉。征服。把旁边那座城给他。It's mating time. It will become clear that the god of magic is a man for all. That's it.确保他活下来。God Maker， 可以升级，我看一下，升一个长戟吧。哇，他等一下又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变了一个巨兽出来，吓死。Lord of Shadows， 这个。Skill acquired。哦，敌军落后。The first demon prince.The Dark Master walks. By the Eldritch I see. The first damn. 可以升了吗？还不行，五等，差一点。他应该剩哦，他没有剩。我看一二三四。You. 糟糕。那四对，那我要赶快一路伏击过去了。这种东西齁还是直接灭掉好了，而且他是蜥蜴人，我也不能怎样。等一下回看一下，我们现在一南一北很麻烦，记得按个 tab 看一下。他没要北上，但倒是我们的普通国开始南下了，他的攻击欲望很强的。看一下怎么过去。Unmake them. 来来，我们这样走。这个我先升级成红绿的。Where there are shadows, I shall be. 哎，等一下，啊，他不是说要把……哦，哦，没事没事啊、哦。啊，对，他原本队伍里面的。贝拉克原本组队里面送的是，好像是蓝妖吧，他把它改成粉妖，记错的话，因为正常情况下我们根本不可能弄出粉妖出来，弄出蓝色巨妖，那升不上去，没有用。把他掉，他会不会傻傻冲过来？没有，很聪明。He's so kill。然后怎么办？再往前走，靠这堆副队去勾引他，把他钓鱼一样钓出来。来看一下我们的上面局势怎么样？那不太妙，他有队被清掉了。What the dark master venture forth？ 这一队掠夺这只好了。Yes。嗨，早安，好久不见。现在应该要说晚安了。看他会不会出来？很好，我看他。哦，我是援军啊，那没差，直接自动掉，甚至没有掉血。哇 ，fuck， 太赚了吧！太好笑了吧！
这么好笑啊？我要打快一点，不然啊，我已经被那个精灵看到，他已经看我很久了。他再过一会儿，他就会看我不爽，然后过来扁我了。Lord of Torment， 精灵都是贱人。The slaughter begins. Lord of Shadows, Harbinger, you are mine. Let us corrupt. 也剩这么多等。The gods smile. 这个时候先打门外，先打城外的会比较好。Will be inconsequential. Dominance never stop. 会掉兵牌，没关系，先围城。我们可以外面再募一些兵。Now they will see true power. 人多啊、人多不怕。我们人多势众，围他两回合。你看，现在掉一个而已。The first damned。这个时候来，顺手一招断爪。看一下，既然都刷回来，看一下北方这边怎么样？好，没有怎样。我们的普通国啊，为我们牺牲了。过去送了两队。Do you feel the warm impermanence of reality as we do? The change. The dark master. 五等哦！我一次跳五等，这么开心。然后三二一零。Back to former glories. 这光荣之路可以点了吗？蝎尾狮都可以骑了、那我不要好留着好了。他一变就很麻烦，就让他当空军。宝贵的空军，只升了一等。By the Eldritch I see, I foresee destruction。我没有边玩边讲起来，我只是稍微讲一下我在干嘛，稍微解释一下而已。要不讲话就会很干，该这样讲。要讲一下哦，接下来是要，现在为什么要这样做？纳垢表，还好，先选个散播瘟疫。我们先往左，再往右。如果实力够的话，应该是左右可以同时推啊，但是。现在主队都还没养起来，副队钱不太够，所以就两队一起走一起练，啊，练完之后再分就好了。我觉得贝拉克最可惜的一点是，他没有仆从国的加成。他普通国反而没有加成，所以收，但你又本不熟，因为你本队带的话，其实蛮亏。你自己混沌勇士自己拿那些成，其实收益都很差，一定是要给普通国才会好，很可惜啦。长期，最后可以披甲了。Yes, yes.这边等，然后等着看这边可以升级什么，就继续往前推，慢慢推进，不要急，不要急，不要慌，慢慢来。能伏击就伏击。
我先回去看一下家里面的情况。那也没事，他又要再出一队去出海了，出一队往下了。很勇欸，他真的是。God Maker. Shadows move. You have my promise. This is right.Lord of Torment, come to me, Lord of Shadows, the first Demon Prince. 恐惧，恐惧，放一个这个上来。The Dark Master. 武兵，哎，他还有个武兵的那个在哪里？可以在外地，对吧？好，在一千。没了，我家放两次，都要放两次。Lord of Torment， 好，这样，先这样子，啊，下回合就直接过去了。那我们拿伏兵再加五了，平地75变平地80了。刚忘记讲一点蛮重要的，就是我们其实在进攻的时候，先把这边有科技嘛，对不对？我们进攻的时候先把这个点掉，然后就停在一个没有研发科技的状态，就是我们进攻。My Lord Saint Chakris， 然后靠近一点。I am...没有，没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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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这时候进攻，然后会暂停。好，拿到一个学徒。好，那我们再点回来。嗯，用这招可以，这招就可以稳，比较稳定的拿出学徒。这个是因为，其实我们点开装备栏嘛。看随众，他其实现在都会写说随众获得的效果。那学徒他拿到他的获取效果是在尚未研发任何科技时提升等级。也就是说，我们在打仗之前先不要研发科技，然后去打一场胜仗，升了等，他就有几率会掉。就这样，非常简单。Okay.对，那个步骤花不了你多少时间，但是可以给你带来很大的收益。然后这个东西又是一个 bug， 这我要怎么把它吃掉呢？我想想，算了吧，让他自己玩好了。You need a boon.要不要生我？等一下塞回去给坚奇，继续往下走。这边还有个城，就是站过去，然后最后把这个要塞打下来，完美。这里也是我们先取消科技研发。Good progress. 这里我看一下哦，半个上31%可以。Spread the darkness. 走过去。You dare. 有没有刷到？有没有刷到？有没有？有没有？可惜，差一点。因为它是几率性，就是有升等就有几率掉了，好像不是稳定的。The gods smile. Despoilers come. 好，那我们把城继续烧就给他。看一下那两个叫什么？阿瑟尔山跟无尽深渊。The great.
他有没有大臣？好像没有大臣。搞啊，该在灯塔。可是为什么要抱团走？因为抱团走的话，它升级几率比较高一点。这可以升了。升级长级。哦，这个换回来。这个换成混，般的混勇好了，拿硬一点。反正这个升上去都是拿长级的话。拿双武器。要点赌神武器哦，Harbinger, the first demon prince. 把这个换给他好了，再练妖修哦，差太多了吧 ？Lord of Shadows, 回来，那印记维持费差太多，不行。那我们有钱啊。28块，好，就这样，一线了。我们他七人也要到极限了，除非他忽然间给我开一个仪式。我就不信他会变魔术。Do you think you can tread the shadow paths? 我要先北上去看一下发生什么事。好像还好，他一直在出兵呢，他已经出两队了，他已经送掉一队了。第二队，攻击倾向这么高的吗？ Very well, I'll move.We lurk in the shallows. Look at. Now, 直接围城，来进去。哎呦，主动攻击哦，扣87。一出来送头。来，你要跟我宣啊！吓我一跳！很多年吸血鬼也看我不爽吗？还有邦联哦，这边点完了，先点个这个好了，野心召唤。哦，哎、欸，不是，先把科技拿掉。别围城了，轻松入城，神龛，有没有掉个学徒呢？没有，又没掉，检查呢，真是我运气差。Good progress. 然后就拿了两个神凤，我看他这边拿什么，食盐哦。那还不错。先的话，先铺一个，人比较多。那我打赢所有行所有人物，成长加10杀小。所有行程加10，我知道了，这个看懂。也食盐啊，还是梧桐，那么好笑。The first. 是啊，这样多少？看一下。
abilities. Ha! The slaughter begins. There is no escape from the Dark Master, Lord of Torment. Oh, yeah. Really? You see how崩溃了吗? Oh, you see 崩溃了。Oh, my game crash. God. 想说让他转个三下，一二三还是爆了。哦哟，好烦哦。然后让我伤心了。然后正开心的说。哎，赛特拉是施法者哦，好久没有古墓。Oh my god, Manfrey， 这句我大概懂你是什么意思，但是看起来有够假哎。好，来来来，哦，要从这里哦，那也还好。You need a move。从毒回合开始。哎，直接寒藏大神，原本还是略处上风而已。打一打变寒，如果打变寒藏大神。不侵犯。好，现在都现在步骤都一样。可以先不要点哦，不然等一下还要再消掉，麻烦。那我们就打两场好了。Belagor， 那可以赚两次。No， 啊，是本队，他是传奇领主。Break them， 靠，要给我。逃跑，没关系啊。哎，又拿到一个赞，赞赞赞，再赚一个，很好。Innovation， 这里的我想先点什么？那先点闪电战吧。Harbinger， skill acquired。I hunger for souls。这两队遣散掉。I am unstoppable。这个先留着，紧急情况可以招出来。平时的时候还是以带兵为主比较好，练兵啊。The four token。再拉个两队下来。
That is how I planned it. Victory is all that matters. Oh, shit, down. My prayers are answered. 那我们这边下半部左边已经拿完了，可以到右边去了。哟，他要被。哦，没有，没事，我以为他要被灭掉了，但我很开心。然后，这个已经开始在那边立足是怎样？我都没叫他干嘛，他自己打、欸，还打赢了。很会找事情做哦。这边就回来吧，超远。强行军开跑。哦，这个距离远到我觉得我直接遣散掉它会不会比较快一点？但是我直接开个裂隙过去转，有点浪费。上多久啊？月。那我不知道讲什么。就我怕我开出来，他不是在……啊，算开了。开一个，开一个，开一个，看看会长怎样。开了就知道。哦，在这里哦，在这里还好。再拉一队出来，拉一个副队一起练，练个火焰法，死亡系好了，系金属系好像也不错。哇干他又在开始那个他们又在抢了又开始了那一只巨魔是为了确保可以直接攻城The first demon prince. 两队走一起练，一起走，一起被打。You are either brave or a fool. 怎样？你想干嘛？操！我就知道，又来了。啊，那上到南方很亏呢，一直被打，多奇怪的势力。好像不一定要下来。那我觉得下来不一定比较好哎，即使当换算的话，下来是有啊，你前面可以多拿一些，但是很亏哎。
不是乖乖说你要开刀一堆其他的势力，除非你就是决定从下往上打，不然我觉得直接北上比较好而已。因为大部分的混沌势力都在北上，你往南下打没什么用。不过你打到中间中盘啊，你要过来可以。前期的话，我觉得不太需要直接飞过来，因为前期混沌这种高强度练兵模式下，你要打蜥蜴人，我觉得不太方便。打个同样是诺斯卡、啊，你前期多收几个小弟，然后打个恶魔，打个帝国，我觉得都还行。打蜥蜴人有点硬哦，是不划算的、啊。把他过去打他，这很麻烦。我要打，是要打还是不要打 ？This is right. Here we stay. Drawing power. 是要过去呢，还是不要过去 ？Lord of Shadows. 我这边只能靠坚起，还有我等一下养起来的那钩。啊、这射孽哦，这有个射孽，还有个纳垢，两个，不好。而且他刚好帮我打掉他，哎，那可以直接练，直接拿成。干，他把我那个打掉了。没关系，大哥帮你报仇。别走上来，别围了啦。不要想要那个的说，的毛皮。文豪，我点个这个。Back to former glories. Let us corrupt. 很尴尬，这边要防，我这边只能指望坚奇他帮我多出几队兵去搞他。等到他真的上岛的时候，我再把他推掉就好，推他下海。像诺斯卡，但你看诺斯卡，人家巴托尼亚三四个势力圈我，他没在怕，拼命出兵去揍他们，主动出击。Venture forth. Dominance. We shall weave the fates. 我他搞不好连我副队都打不赢。The four to go. Ready. 看这边可以招什么？ Now. 哎呦，哎呦，这个呢，这个好东西，赶快招。By the Eldritch I see. Now they will search.大过绿萝的蛮硬的，也可以招一下。然后这边还中瘟疫，可能还要被贬。看一下这边啊，破音这边没问题，上面的
看起来问题不大。但我相信诺斯卡他 OK， 他一个人顶得住。I foresee destruction. Obviously. 差一步，一步之遥。那边等。Good. You need a boon. Let us corrupt.这边现在那够腐蚀高，赶快多招几队。For chaos, are you a god？ 哎呀，出来啊！而且我动作要快，不然。哥列克或是阿扎泽尔会被干掉，阿扎泽尔因为前期只有一两座城，然后被偷跳，赶快动作快一点。伏兵嘞，把这个狗狗取消掉。Shadows clear， 进攻。学徒有吗？哎，水水水，再拿一个学徒。很好。Progress. Here we stay. Drawing power. 这里还有，太多了吧？我一直到那里而已，太小看他了。This victory is mine. 长矛 ，The crown of domination is mine. 点个科技，要不点个那什么？虚弱这个好了，快速降那个。我要整给英雄带哦，酷了。那英雄身上就一个学徒。For chaos. 我算我这边再出几只英雄，去浪。Tempests of fire. 我给他带一个学徒。要走那个门过去，大概这样子。其实南方蛮细长，那还有一二三，很多呢。这边哦，他这边原本好像是四家吧，就是有个孔略，有个什么，不要钱，有个孔略，有个纳垢，有个奸奇，有个色孽，然后孔略被西人清掉了，奸奇还在，哦，大寇被神灭清掉，可惜啊。是可以用掠夺方式把它养出来，但我觉得还好。然后阿奎坦罗爆了。吓我一跳，我还是被他清掉哎，然后来了。Bring ruin. I move. 然后搭船而来，最好出去准备一下。Never stop. 哇，这边再出一队。Ready.
护卫队去防守，应该那样对我应该够了。Take heed. 大概是这样进来，进得来，进得来，赞。黄金，文豪。By the Eldritch I see。那就多少？460。好，可以。哦，没钱了。一下往右，这边还有四个神，麻烦。因为我扁他两拳的话，就自己投降这样。一下一路扁到最后就对了。我留黄金好了，黄金这个从这个等一下丢回去给他。The first.Spread the darkness. Ah, the slaughter begins. Lord of Shadows. Let me see here. Here, oh, 没事。这里，哦，要这里要出事了。I am a lord of Bretonnia. Never.The gods direct me. I foresee destruction. Yes, oh yes. Despoilers come. Wow, 还好他那个城被烧掉，我可以再拉回来。不是很担心，然后他那队就这样跑了。What? 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 还有何邦呢？Let us corrupt. 疯了是不是？我要踢笑。Such insolence. We shall weave the fates.God Maker, time to die. Take it for me. 哎，再拿一个学徒，我学徒多到放不完。It is mine now.Oh, sorry. 打个喷嚏。Lord of Torment. 一刀跟幽暗深渊两个都被改烂了。这个版本的话，其实两个都有下修。应该所有的这种漩涡型的都被改掉了。哎，哦，我记得我有个东西的加成，忘记加成。这本队有一个凤面王子，我记得他有一个诶，是关于放法术的加成，加什么？可是那个也没了。好像应该走这个也，只不过它是通用。深渊再深渊拼一下，哦，再拼一下，再拼一下。
Harbinger. 色孽魔爪，看一下这边有什么。Dark Master. 野心勇士。Come to me. By the Eldritch I see.Let us corrupt. 啊，剩三座，一二三，好远。野哦，野的话我忘记什么。大理石是所有建筑物成本较低，那我要拿留大理石。Shadows. Shadows move. You have my promise. That. 那声音好笑。That. The Dark Master walks.My lord, Sinch agrees. Asinine mortal! 就要慢慢走吧。回顾上一步。Yes, come! 跟这里一样。What is thy blessings of the change? 他也可以变吗？ Not in this world, 可以耶。只回合之后他就要爸爸了。八八八八八，然后这里我看一下，他虽然跟我宣战，可是他好像没出不了兵。这里让我看一下，这个塞给他，塞得到吗？塞不到，好，这里。卡洛斯五座城，不是很想动他，麻烦。的话可以不要跟他接触，不好意思。None but Slaanesh may dominate me。钢铁。Yours is not to question me. 怎样 I have always. 除非你也不要啊。叫你加入我，你也不要。要签和平，和你吗？ Treachery seems in. 扁到你听话。Call me master. The gods direct me.差一点，被强行军硬凑了。Time, your death will be inconsequential. 这样打起来有爽，可是我觉得还好，感觉或导致。Do you take me for a churl? I will not blight my soul. 不是，我应该顺着短期任务、短期胜利目标去走，而不是这样瞎鸡巴乱走。对。就是稳稳的慢慢走，不要这样乱随便乱晃。
那下面地是多啦，藏塔很多要藏塔几个？三个，三个还四个要塞？可是下面的收益，我去北上拿更多、啊，收小弟赚的钱更多，然后可以收的传奇领主比较多。是看要看是要先北还是先南？我先北好一点。You need a boon。尤其是像这种要练的。Follow Ogre's winds. The first demon prince. Let's be about this.Lord of Shadows. 看一下，有些已经满的就给他好了。好，换几只下来。We shall weave the fates. 好，换点，我觉得那种遗弃者不要练好了。I foresee destruction. 练的没前途。还不直接用魔种，魔种还可以玩。It is corrupt. I see. True chaos. 啊，英雄好像也可以用吧？刺杀失败，波西。Good.你看，又来，又该宣战的。哦，这怎么办？对啊，我觉得这样是不会比北方来的困难啊。老实讲，往北打真的是比较难一点，但是往南打的好难点在于你开到太多势力了，那些势力对我来说是没有用。没有用处的，我打了他们就会拖慢我自己速度，但又不能不打，因为他们会一直在，会一直干扰我的城市、我的安全、周边的安全，就很麻烦。往北的话，我遇到的每个势力，即便我是要打他们，他们对我来说都是有用的，而且我越打，然后收的小弟越多，钱也会越来越多，然后那边有要塞，然后离其他的领主也近，那要滚雪球比较容易，这边不行，真的不太行，还好，就是不适合前期打，我觉得前期不用直接飞过来，没有那么好了，周易具体看下来。40回合的话，我在北方应该可以，这边也是可以拿几个要塞，然后多收几个小弟。这边的话，虽然要塞拿比较多，可是我开到一堆阿利亚扎的势力都要搞我，我觉得还好，没有像那个那么赚。太亏了一点，对我来说。Forward and to slot. 我不如乖乖往北打，然后顺便把小弟收一收，四神冠军收一收，这样。I will not perform another coronation. There is no. 看看他要打我了。那你看，他还先，他打我之前还先把兵移到我家脸上，他再来扁我。Lord of Shadows. 七八人，好，把这对看一下哈、哦。
边，他应该 OK 吧？麻烦。好，我看这边没什么问题，我先把这队移过去好了。好，这边赶快打完。Demon Prince, God Maker. Beyond your harbinger. 把钱删掉，我再练一队。I shall scar you. You are mine. The Dark Master. More power.就跟你说，我这边也要出一队去北上去压制一下他们，帮他们再搞我。对啊，我觉得整个环境很更糟了，外交环境很糟，再更糟。不行不行。不要像我一样冲动，打到中间再下来就好，不用一中间派个 OK 的副队下来就好了。北方对我们混沌来说收益比较大，南方真的还好。这是血的教训，不要学我。I was the absolute ruler of this world. Obliterate! Play in the dark. That... 不先下去扁恩卡利，恩凯利。不然是恩卡利啊，恩凯利还是恩卡利？他的那个恩不发音吗？哎，不对，他的那个英文的话，就是前面就是一个大写的。好像不能叫那，不能用那开头，这种 N 是真的比较好一点。好，来来来，最后了，我们花了多久？44回合。44回合统一南极。把那个城塞给他，我看一下。Slaneshi, all that I desire is to remove your skin. 壮丽之神，对，哇，双选给他。哦，3000多，那都那么有钱呐、啊？是鬼吧？那、哦、我要给他这个。啊、so.想要这个57哦，嗯，好了，就这样。啊，好，现在这样玩下来，我觉得，嗯，乖乖北上，不要下来，中间再下来，你大概50多、60多，你可以养，你可以养大概，你可以养一队，第三队满编的时候再下来就好，你前面两队满编，乖乖在上面清比较好。啊，哎、欸，你怎么知道我吃晚餐了？我晚餐吃什么？我不知道呢，我要
我去看我冰箱有什么，然后随便抓几样出来煮，有大杂烩之类的。啊，这个档打成这样子哦，那不行，我觉得，啊，我现在是乖乖打这里，我宁愿先打这里，好像比较好一点，或是这边也好一点。先下来直接下来打的收益我觉得没有，我有回家，我在家，我现在在家里面，没错，可是我还是要自己煮，要么出去了，我都要想一下我吃什么。啊，先看到这边，先休息了。哦，啊，大家现在，吃个饭，差不多时间到了。啊，下次再开新档，好，拜拜。